先交换结婚戒指，再嚟个情深一吻。恭喜阿娇终于都正式成为赖太啦！阿娇同赖宏国呢日就喺香港举行结婚注册仪式，两日之后就会举行婚宴。赖宏国嘅父母呢日都有出席，奶奶对阿娇呢位新抱更加系赞不绝口啊！你阿娇打几分啊？很棒，很棒，喜欢他，很喜欢他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会催他们生宝宝吗？哎，谢谢，谢谢。近三十位亲友同阿娇嘅圈中好友都有到场见证阿娇嘅重要时刻噶。我准备咗一抽猪，真系一抽猪啊！真系一抽猪，我呢两三年，呢两年咧，呢两年几啦吓，买咗几只猪啦。由阿古生古太开始，即系阿基仔结婚开始，都系一抽抽猪咯。但系阿基唔系话唔要猪咩？我唔理啊！我佢阿妈话最紧要好运，申请我觉得好开心嘅。虽然我最近我觉得自己好破费啦，但系咧我都送得好开心咯。买咗几多金币啦？唉，我觉得仲冇啲金珠啊，全部可以等之后。我买晒啦，我觉得英镑嗰啲金珠帮我扫晒咯，系啊，帮我扫晒。佢话得翻几只猪就你要唔要啦？大叔长，我全部要晒佢啦，咁样咯，系啦。我买咗俾周慧琪先，而家即今买两只猪，如果再下一只金珠，我希望系红姐同埋阿 sa。而基仔就同太太一起到场，但是最近被传有了的古太就好像不太愿意出镜。你另外，罗志祥的女朋友周扬青亦都在朋友陪同之下出席，但是就全程避开镜头，回避记者的提问啊。